现在你还觉得我不会对你做什么吗？你不是那样的人。门怎么开不开啊？怎么回事？这可怎么办？看来今晚我们要在这里过夜了。啊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把我们两个隔开，这样你不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吗？我们之间不用这样。小苏，嗯，你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知道你不会对我做什么的。好了，睡吧。现在你还觉得我不会对你做什么吗？你不是那样的人。现在呢？不闹你了，睡觉吧。